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68面，368面，倒数第三行，去阎浮提百千居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这就是知方立相啊！阿弥陀佛为了戒淫十方世界的众生，做这个事情。上句是宋译文，宋朝时候的译本。为淫为十万一刹，这个翻译就简单多了。唐以为十万亿佛刹，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就是小本的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同宋译，跟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翻译的是完全相同啊。阿弥陀经同魏唐两译，注译不同啊，这个五种原译本呢翻的不一样啊，其故有二啊，这是有两种不同的缘故。第一个，如《法华》所说，随众生根器所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是故两途居立也可不同这个古时候印度跟中国度量衡不相同这都是从事上说的十点极乐娑婆皆遍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距离可言那么这个是称性而谈，也就是就诸法实相来讲一切法的真相来讲呢，没有距离，没有远近为什么呢？极乐世界遍一切处，遍法界虚空界，娑婆世界也遍一切处。我们起心动念呢，同样也是遍一切处。贤首大师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里面讲得清楚他第一段告诉我们本体，这是今天科学哲学还没有发现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没有人能说出来。佛有没有办法说出来？佛也不能说出来。科学家对这个是个谜，他不知道。这一桩事情，
这是宇宙万法的根源。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是从他来的。但是他不是物质，他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什么样的科学仪器也没办法探测它。佛说了，为正方知。你正如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你也说不出来。你说出来的时候，别人也不懂。啊，只有同样正的这个境界的人，他们懂。啊，其实佛说出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的。慧能大师说出来了，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我们听了怎么样？好像懂了，实际呢？实际不懂。啊，本自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不生不灭，为什么不生不灭？也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从体起用，起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医报，就是宇宙出现了。另外一个作用正报，这么说，正报是指自己。我出现了，啊，不止别人，别人是他的正报，他是我的医报，我是正报，所有一切人都是我的医报，医报是我的生存环境，啊，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有自然环境。啊，所以正报就是讲我自己。啊，我出现了，我跟宇宙同时出现。啊，这一桩事情呢，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讲清楚。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换一句话说，也就没有现在。啊，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哪来的现在？所以这个念叫妄念，叫无时。啊，这一念是缘呢，阿赖耶就出现了。阿赖耶能变，一切万法就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虚空法界也是他所变。啊。信能信能生，识能变，啊，这讲得很清楚啊。那么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就跟我啊，我与物质，医报跟正报，它都是非常快速的在震动，都是一个波动现象，不动现象就没有了，
精神是波动现象，物质也是波动现象。精神波动的现象比物质快。但是，无论是精神的波动，是物质的波动，一定有三种现象发生，就是三种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以这个波一动的时候，遍法界、虚空界全部都接受到了。波动是你发出去，人家都接受到了。同样一个道理，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波动现象，你同时也受到。身体好像是发射信息的一个工具，同时呢，也是收集信息的工具。像是一个机器一样。一动啊，周边法界。第二个是出生无尽，出生无尽是变化无穷。因为有波动，它就有变化。第三个是含容空有，那就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所以说，极乐遍一切处，娑婆也遍一切处。我们起心动念都遍一切处，这是事实真相啊！全都是互容互摄，互相包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中有极乐世界，有娑婆世界。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通通具足，由一切十法界，六道三途通通具足，确实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视一样，这个机器就是我的正报。里面所现的相就是一报。现在电视里面频道，我相信国家所用的，全世界的信号通通能收到，应该是有几百个的，甚至有几千个，每一个发射台都收到吗？有几千个频道，每一个频道都是互融互摄的。你看，阴暗频道在这个画面上却出现了。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所有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地球上这些人类跟我自己什么关系？一体。觉悟的人知道啊，不觉悟的人不知道啊。这个世界呢，觉悟的人少啊，不觉悟的人多啊。所以觉悟的人就很辛苦啊，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是跟自己一体，无条件的去关怀、去照顾啊。不知道的人，他完全不相干呢。他就是自私自利，认为是有个小我，其他人与我不相干，错了。一毛一尘，跟我们都相关，都有密切关系。这种现象
今天科学没说出来，哲学没说出来，啊，方老师也是一生精力时间都放在大乘佛法上。79岁走的，走得太早了。他要能多活10年，台湾的佛教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啊，我跟他20多年。啊，我是26岁跟他的，他走的那一年我50岁，那个时候他刚刚起入境界。啊，教我的时候老师才40多岁呀，啊，那个时候他有分别，啊，认为，因为他是研究哲学的，完全用哲学来看佛法，认为佛法里面有一部分高深的哲学。但是还有一部分，至少一半以上是属于迷信神话，他是这个看法的。啊，到晚年呢，那些神话他全部都承认了，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互融互摄，本无拘泥之可言，哪来的拘泥？没有拘泥，也没有先后。啊，这都是讲真话，啊，完全是佛菩萨限量清正的境界。真实的实相，是一切诸法的真相，是这么回事情啊。我们对这问题从完全无知、不认识，听到这种说法，神话、迷信。啊，听了60年，明白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第二个意思，这就好说了。啊，这讲数字。一举止挪油头，这都是数字数目字，手表大小不一啊。中国人讲的一就有4种说法，10万叫做一，100万也叫做一，1000万也叫一，万万也叫一，啊！现在我们是用万万做一，啊，举止翻译为意，所以举止啊，也可以说是为10万、100万、1000万、万万都能说，都没有说错，啊。那么这个举止啊，中国人讲义
亦有大小差别。啊，有四种。啊，但前三者呢，则为常用者。啊，好像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数目字啊，亿是万万。啊，用这个。那由他也是印度数目字啊，十万可以叫那由他，千万也可以叫那由他，亦可解释为万万。它跟亿的这个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情？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相当于中国周朝的晚期了。啊，释迦出现的跟这个老子、孔子几乎同时代，比老子、孔子早一点。啊，那个时代，中国没统一，印度也没统一，都是部落族群啊，所以国家很多啊。你看历史上记载，周朝时候啊，中国你看从辽东啊到这个长江流域啊，珠江流域这样一个幅员里面，800个诸侯啊。800多个国家了，啊，大国将于就边界100里，100里是大国了，小国50里、30里，实在讲，就现在的小乡镇呐，啊，诸侯王，啊，大国也不过像现在一个县长。啊，那是诸侯啊，他是国君呢。啊，我们看《春秋左传》，你就能看出当时社会多么复杂。啊，大国常常欺负小国，战争的时候一年到头都没中断。那战争就是打架嘛，啊，所以每一个国家用的文字也不相同。你像中国的篆字，啊，一个字很多种写法，是什么？是当时每个国家所用的。啊，那度量衡制度在印度也是这样的，没统一啊。没有标准呢，啊，不过在中国的时候，还遵从一个叫共主，啊，称他为天子。那讲这个国王有道德，有仁义，啊，他有很多典章制度啊，都可以给别人做榜样。啊，别的国家都用他的制度，啊，这称之为天子。天子没有实权的，啊，别人的国家主权是独立的，啊，发生纠纷了。天子点头主持公道而已。啊，化解纷争。
实际上统一是秦始皇的统一。啊，这些诸侯国通通废除了，改成郡县。啊，所以现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县的名字都是古时候固定名字。啊，这是啊，这个啊单位名称呢有很多种说法不一样。啊，你比如说邑，在这个地区他们十万当看作邑。啊，另一个地方呢他百万看作邑。啊，像我们现在呢把万万看作邑。啊，这万是个单位，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叫亿，一个亿就是一万万。其义不一，是故难教啊。嗯，这个教是比较、较真，啊，不容易教，啊。其义不一，我们就知道，在那时候部落时代的时候，啊，同样一个名称的时候，里头内容并不一样，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经于十万亿取义数之最大者，则为十万万万，啊，万万是亿吗？十万亿。十万亿，十万个万万，百千俱之那有他，取俱之于那有他之最小者，那是千万万万。啊，比十万亿大一百倍，故不必局限于数量。啊，经上像这些数字念过就可以了。啊，这都是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当中出生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现象都不存在呀。诸经互参。啊，这些经典我们都看一看，则可知所示现之极乐世界，居此土呢，至少在十万万啊，十万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国土，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三千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为什么称三千呢？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啊，他的说法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啊，日月围着须弥山的山腰，啊，旋转，啊，这称为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然后以中千为单位，一千个中千的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它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这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通常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那单位世界多大呢？
在我们以前都以为是太阳系一个单位时间。黄念老跟我见面时候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把银河系看作，把这个是太阳系看作单位时间是错误的。须弥山不是太阳，太阳系绕着银河系转。转一周叫太阳年。银河系的中心才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现在科学家说那个地方是黑洞，很大的黑洞，巨大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那么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那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少个银河系呢？我们乘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个，十万万万，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现身，你不去晓得应化身啊。他在哪个星球上现身都是应化身。释迦牟尼佛有十宝庄严土，有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我们看不到啊。那给我们是完全不同空间位置。宇宙太大太大了，凡夫闻之，常感极乐甚远，去不能去。这情形真多，许多人一听说十万亿佛国度，吓到了，这怎么去法？此时由于你自心量故，这是这句话怎么说？不知道自己心量之大了。三种周边的第三种啊，含容空有啊，我们心量多大？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容是容纳，容纳万有。有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这是有啊。虚空里面不讲物质啊，整个虚空共一切法，全在我们自己心量之中。你心量多大？第二种周边出生无尽，那就是经上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刹土，出生无尽啊，全是你自己念头变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对这些话听得耳熟，自己也能说，但是确实
不知道，不承认。啊，不承认是由于真的不知道。啊，如果都是明白了、清楚了、了解了，哪有不承认的道理？啊，你要是真承认了，极乐在哪里？就在此地。啊，下面引《楞严经》上说的：“居楞严，则十方虚空啊，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体，何缘之有呢？”在《楞严经》上说的。啊，佛举了个比喻，我们都认为最大的是虚空。佛举比喻，我们把虚空比喻说一片云彩，在太空一片云彩。那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是太空。你说是心大还是云彩大？啊，变法界、虚空界，在我们心里头，就像太空当中一片云彩。虚空小，心量大了。记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讲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真心这么大，妄心也是这么大，真妄不二啊。那心变成那么小，那自私自利，和一个人都不能包容，那什么？那是你的烦恼。就是世尊讲的，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啊，你把你原有的心量失掉了，变成小心量，小心量很苦啊。啊，你要知道心量这么大，哦，原来十方诸佛如来，所有的国土大千世界，都是我心里变现。你想到哪里去，那个境界就现在要见。啊，所以净土生无生论里面讲啊，生则决定生，去呢，去则是不去。不去怎么生呢？极乐就在现前，你到哪里去？啊，像这些话，如果老居士要不引用这些经论，我们就避免不谈了，啊，以免争论嘛。那就省略掉了嘛。啊，他的注解好，啊，把这些有关的经论里面呢。这些经文全部都收得此地啊，所以读这一部注解就读了一百多部经论了，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定要相信，要把自己心量脱开，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你看你多自在。啊，故观经曰：“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呐！”真的是不远呐！啊，十万亿个佛国度，就是十万亿个大千世界，不远呐！亿万亿个大千世界也不远。自信清净心当中没有距离，这个要知道啊，没有距离就没有空间
没有去来就没有时间，啊，时间跟空间全都不存在了。是因本在众生个个自性之内也，这一点都不错。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密严世界，啊，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大日如来，都在我们自己心中，不在心外，啊，记住。大乘经典的佛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跟法永远是一体。心是能生能现，法是所生所现。啊，体相决定不能够离开。如金跟金器，啊，不能分。啊，说体就有相用，说相就有体用，说用一定有体相，没体相哪来作用？一二三，三二一，啊，你把它看作三个错了，迷了。知道一二三，三二一，非三非一，即三即一，这才真的把思想搞清楚、搞明白了。弥陀疏钞，莲池大师讲的，分明在目前，亦何长远呢？啊，莲池大师之说。透彻心源，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些话我们要常常记住。啊，《楞严经》上讲的。十方虚空生我心中，我心生十方虚空。啊，虚空多大呢？如片云点太清，太清就是太空。啊，一片云彩在太空里。现在这个概念我们就非常清楚。啊，大家常常坐飞机出去旅行。都分飞到云层的上面，啊，你看到云层不大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越讲越近了，有世界名曰极乐。是指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啊，是这个字是三个时：过去十年、现在十年、未来十年，这叫一时。啊，中国人讲30年叫一时。啊，他是讲的时间。啊，界呢是疆界，指空间，四维上下，所谓十方也。合时与空，把时间空间合起来，就叫做世界，或者叫做世间。啊，间也是讲的空间，间是间隔。
啊，这是世界两个字的定义。极乐，这是翻成中国的字，中国意思了。梵语叫须摩提。古印度梵文称须摩提，在中国翻成极乐。啊，它有很多意思，从翻译里面你能够体会得到。这里举了三个：安乐、安养、清泰。啊，有这三个意思。清是清凉自在啊，泰是舒畅。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都用极乐，用这个名称。弥陀要解，为极乐乃永离诸众苦啊，第一安稳之位。啊，这是古大德为我们解释极乐它的意思。啊，永离诸苦。我们这个世间讲的苦苦、坏苦、行苦，完全脱离了，这叫极乐。啊，再没有丝毫啊苦、痛苦的感触。我们这个世界苦事多啊，每一天不离开我们的身心呢。啊，极乐世界没有，身心安泰啊，第一安稳，弥陀苏超远，莲池大师讲。行至极乐啊，行至极之乐。这乐什么？乐到了极处了。这个极是圆满的意思。非人天一切诸乐之彼。人间天上乐事很多，跟极乐世界比就差远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些法师提出这个问题给我说：“佛家都以啊这个持戒为师，以苦为师。”为什么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些珍宝，那不是太享受了吗？啊，跟佛的教诲不相应啊！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真正修行人，在山上搭个小茅棚，什么也没有，大概就是两套换洗衣服。一无所有啊！啊，他们有欲望，没有任何贪图享受的，啊，他活得非常自在，非常快乐。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华丽？要晓得。我们这个世界，一切
这个摄持华厉是人为的，富丽堂皇的宫殿是人造的，极乐世界不需要人工啊，没有人造，也没有设计，自然。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设计师，有建筑的工匠，没听说。查遍《大藏经》，世尊49年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自然的，天人的佛宝塔，我们看到世尊给我们介绍花落天欲界第五层天，他们所有一切享受就变化的自己变化的，想什么东西，东西就在面前，不需要一些经营，不需要制造想居住的宫殿，宫殿在现前了，不要它就没有了他化自在天就更自在了，自己不要变化化落天变化之后供养他这两层天的关系很好有人供养不必自己经营样样都称你的心意，这是什么？信德，信德自然的流露只能说不可思议。太奇妙了。欲界天人，第五天、第六天都能做到，那极乐世界比他们高太多了，比他们的福报也大太多了。所以这是以我们自己平常的妄想去衡量极乐世界，全都错了。莲池大师介绍的记录，苏超里头讲的。我们再看下文，祝福国土，随机所感的有四种土。这下面引用弥陀苏超莲池大师讲的。四土者，夜月常寂光土，经云：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住处名常寂光，是寂果人所居。寂果。到顶头了，《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华严经》菩萨，设法界之内的不说，离开设法界。升到十八土的菩萨
原教初住啊，中国禅宗里头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烦恼断尽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起心动念啊，无明烦恼断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分别尘沙烦恼。尘沙是形容，分别就像尘沙那样的多，数不尽。分别心，啊，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你看看，一秒钟，1600兆次的分别，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分别，没有两个分别是相同的。比作尘沙了，执着叫见思烦恼，你看错了，你想错了，看错了是见，想错了是思，啊，这些烦恼通通都没有了，啊，那这是什么位置呢？摄住上面是摄行，摄行上面是摄回向，摄回向上面是摄地，这40位置。摄地上面是等觉，等觉上面是妙觉，妙觉就是极果，这就没有了。啊，所以经常有讲啊。41位化身大士居暴徒，他们住在暴徒，就是十报庄严土。那妙觉呢？妙觉住常寂光。换一句话说，妙觉是完全回归自性的，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3种现象都不存在，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不存在。啊，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发现了一桩事情，啊，根据他们的观察、啊，观测研究。啊，说我们精密的仪器探测太空，实际上只能看到整个宇宙的10%。应该他们从数学里头推论出来，还有90%的宇宙不见了，看不到了。我们听了这个话，就会心的微笑。哎，他们不知道，佛经上讲过，那90%到哪里去了？回归常寂光去了。啊，他们能探测到的，实际上只能探测到十法界。啊，十报图他们都探测不到。啊，回归到常寂光去，用什么样精密的仪器都没法子发现。为什么？它不是现象。啊，不是你探测的对象。啊，回归常寂光了。
常寂光遍一切处，周边法界。毗卢遮那，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叫遍一切处。啊，毗卢遮那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自信，清净圆明体。贤首过思说出来的呀，就是自己的发身呐。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包括自己的根源，这从哪里来的？从这儿来的，从毗卢遮那来的。啊，它是真的，它所现的相都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为是幻象，它不妨碍真。啊，因为它是真的，它不妨碍幻象的发挥。啊，千变万化可以。啊，对他来讲，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即果人所具。第二呢，十报庄严土。行真实法，感殊胜报，七宝庄严，具净妙无尘故，亦云无障碍土，以色心不二，毛叉相容，是化身大师所具。啊，这是菩萨的报土啊，什么菩萨呢？明心见性的菩萨，无实无明断了的菩萨啊，他为什么不住常寂光呢？无实无明断了，无实无明的习气没断。只要还有一丝毫的习气在，这个报土就现前，他就住在这个报土。但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没法子断的，时间久了自然就消失了。啊，需要多长的时间呢？华严经上讲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无量寿是有量的。啊，无量寿到底多长呢？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到了，他的无明尽，无明习气断尽，他就证妙觉位了。啊，证妙极呢，他就回常寂光了。十报土就不见了啊！只有常寂光是真的、真实的，它没有生灭啊！十报土有生灭，常寂光没有生灭，它不是现象，有现象就有生灭，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精神现象还是有生命，自然现象也有生命。啊，所以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信息、物质，通通有生命。
生灭从哪里？从不生不灭来的。但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东西，科学家没找到。所以他们只能说出无中生有。这现象从哪里？无中生有。这个问题在大乘教里常讲的向上一种，向上就是超越阿赖耶，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种事情，科学帮不上忙。科学的方法只能到阿赖耶。你能看到物质的，这物质到底是个什么现象，你搞清楚了。精神现象你搞清楚了。这就是科学技术已经到了顶了。再向上一招的时候，那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要把这些意念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才能见到。你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什么样的数学也算不出来。自信里头没这个东西。什么样科学技术的时候都没用，你决定找不到。放下就是。佛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你看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现在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全部把它证明了。科学费了多少年，多少人继续不断在研究发现。佛不需要这么啰嗦东西啊。用不着数学，也用不着这些科技技术啊，不需要这个东西。用什么？用禅定。于是我们就明白了，科学家发现的空间确实有不同的维次，不同维次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离开分别执着，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像佛经上讲的这个境界，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敌太空里。科学家没说过，哲学家也没说过。整个宇宙是一体。这个里头没有大小啊，所有一切对立的现象全没有了，没有对立就是一个整体。那么十八庄严土，行真实法，这个真实是以大乘经典所讲的标准。什么叫真实？真实的反面，那就是不真实。不真实叫做虚妄。
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虚妄的，为什么？它是生灭法，它不真实啊，它会变，它会消失，有生有灭，刹那不住，这是假的。如果这个法现前之后它不变，那这是真实的啊，它没有生命，永远是这个样子。十报庄严堂就是这样的，感殊胜的果报啊，这个里面生到这个里面全是化身。啊，像大乘经上给我们介绍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报身呐。一生到那里，相就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对，四十八愿的讲的，体质相同，皆是金刚啊，不坏身。这是讲体质、相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居住的环境的一时顿现。啊，永远是那个样子。啊，也许你觉得永远都是这个样子，这不很单调吗？这地方有什么趣味呀？啊，跟你介绍你还不想去了，其实你错了，永远没有生灭了，但是他随心所欲，他是变化所作嘛，不需要人工嘛。我喜欢住楼房，楼房你先签了。哎，我喜欢住茅棚，茅棚现前了。随你的意思，你喜欢我的房子在地上、地面上，还有人喜欢我的房子在空中，不要在地面上。变化所作。你生活的环境是随你自己的心的意思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可是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心想呢？没有了，因为什么？你已经转世成智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了，所以得现出的是自然。完全自然，法而如是。你在这天看到性德，不可思议。啊，换一句话说，什么样的艺术大师去规划都画不出来。天上人间，再聪明的人无法想象得出来。啊，极乐世界给我们描绘的真实法了。啊，居净妙五尘，五尘是个比喻。啊，因为只有实才有尘的这个意思，是两无嘛。极乐世界没有两无啊，叫净妙啊。
所以大乘经上跟我们讲了法性身、法性土，跟我们世间土不一样，本质不相同。我们这个地方原本是在讲，也是发心身、发心土。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把我们的毛病说穿了。我们因为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把发心土变直了，变成这种现象啊，看起来好像是冥万不灵不灵的这些泥沙。是我们不善的心变现出来的。如果我们恢复清净心，这个环境马上就改变了。也都像极乐世界一样的无量珍宝庄严。这一桩事情我们能够细心去思维观察，能够得一点消息。古代人心淳厚，七宝丰足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古时候帝王赏赐大臣，为国家立功，黄金几百两、几千两，这样赠送的呀！我们在书上，他的黄金不是论两算的，论金算的。几百斤、千斤的，那么多。现在很少了，这些经营是很少了，没有从前那么丰富啊。让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所以这个大地全是宝，它这个地面没有像我们泥沙找不到，我们泥沙要拿到极乐世界的非常名贵，为什么？稀有啊，它那没有啊，他们的地是琉璃，琉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翡翠，绿色的玉，颜色是绿色的，透明的，它地是透明的。黄金铺地，那是铺马路的。我们今天的地是泥沙，柏油铺路。这就很高级的了。西方极乐是黄金铺路。你看这科学造的这些东西，汽车、飞机，多麻烦。西方世界人不需要这些东西身体能飞行，
速度比光还快。啊，因为它没有空间，所以一念它就到了。啊，观经上告诉我们，宫殿随身。啊，它可以把它宫殿居住的宫殿带着走。啊，都能够飞起来。真正叫大自在啊，所以亦云无障碍土啊，我们这个世间有障碍啊，泥土有障碍，极乐世界没有障碍，什么原因呢？这底下两句说出来。色心不二，毛叉相容，色心不二是一个清净圆明体。色是物质现象，心是精神现象。啊，精神跟物质现象是一，不是二。毛叉相容，毛是最小的汗毛，在身上有汗毛。叉是什么？诸佛刹土，三千大千世界。说明是这汗毛里头能容纳大千世界。啊，这个现在科学没法子，不能解释啊。芥子那须弥太小了，须弥山多大了？芥菜籽多大了？这个毛端里头有三千大千世界呀、啊，三千大千世界多少个须弥呀、啊？一个单位一个须弥山，十万亿，十万亿个须弥山呢、啊，都在汗毛里头，这个汗毛端里头。啊，这就是相对的没有了，没有相对的，所以小可以容大，大可以容小，大容小我们知道没问题，小容大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法身大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住这个地方，啊，他们所报的，只要你证得。这个位置它就自然现前。啊，第三呢叫方便有余土。断四诸惑说方便道。无明未尽呢、啊、明月有余三乘圣人所取。三乘。声闻、圆觉菩萨、四住烦恼断了，无明为尽。啊，换一句话说，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啊，声闻、圆觉、见思烦恼断了，菩萨呢？尘沙烦恼断了，根本无明被破。我们用很浅显的话，大家容易懂得，执着它断了，分别它断了，起心动念没断，也就是说。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三十二亿八千念，这个没断。
这就是无明为尽的，这叫有余。他们证的涅槃叫有余涅槃。不是大乘的大般涅槃，六道轮回他超越了，阿罗汉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断了，就不执着了。但是阿罗汉还有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执着是真的不执着了，执着的习气在。他超越六道了，在四圣法界，就是声闻法界，声闻法界里面把习气断掉了。执着的习气没有了，他就升级了，他就升到圆觉。圆觉开始断尘沙烦恼了，就是分别。圆觉把分别断掉了，他就升菩萨了，就又升了一级了，菩萨了。但是菩萨没有分别，有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再断掉了，他就成佛了，十法界里面最高的这个阶层，在十法界成佛。佛分别执着，连分别执着的习气全没有，但是他有起心动念，这就是无明。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断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到哪里去了？到十报庄严土去了。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人通通是破了无明，但是都带着有无明的习气，无明习气就不好断了。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你也想我用什么方法去断这个烦恼的，不又起心动念了吗？起心动念就堕落了。所以他根本理都不去理会他，因为无始无明习气并不碍事。他障碍什么呢？障碍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里面修行的是无为的，不是有为的。有为你就造业，他是无为的，就是随他去。古人有一句话说，此处用不得力了，就是讲十报庄严土那个地方用不得力，顺其自然，三大二乘其阶之后就没有了，习气自然没有了。习气断掉之后，它就是妙觉为了，妙觉又就回到常寂光。这样说就很清楚那么这是方便土。第四个呢，凡圣同居土，是四圣六凡。四圣是谁呢？声闻、
圆觉菩萨佛那是法界里的。六凡是六道凡夫，六道呢称为内凡，四圣称为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佛学名词里有外凡，就是指四圣法界，就是合起来四圣六凡是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人，啊，也就是说没有见性，没有明心见性。啊，十法界里面这些人有菩萨，有声闻、缘觉、六道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住这个地区。啊，这叫凡圣同居土。凡是凡夫。圣指圣人，圣人应激世界，与凡夫同居一处，故曰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里头有圣人，谁是圣人？阿弥陀佛，观音时至，文殊普贤，还有十方诸佛，应化在其中。啊，他们真的是大神呐！啊，为什么这些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没断呐？待业往生呐，啊，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十方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准许你待业往生，其他诸佛刹土没有待业的。业障必须忏悔得干干净净，你才有办法往生。啊，只有极乐世界，烦恼一品都没断，这叫执着，执着一品都没断，也能往生。往生的方法就利用你的执着，妙啊，妙极了！啊，执着什么？执着阿弥陀佛，你就往生了。这个事实真相你要懂啊！啊，经上叫我们执持名号，执就是执着，持就是保持。啊，不要把它失掉了。你一天到晚不要执着别人，其他的执着全放下，只执着阿弥陀佛。啊，只执着无量寿经，啊，或者是阿弥陀经都行。啊，我们这个世界六道里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可以说。99%都是这个方法。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老师都是圣人。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天天上课啊。天天跟诸佛菩萨在一起分享啊！啊，那个世界纯净纯善，你还有烦恼习气现行啊？
还会造业。可是你有因没有缘，你的业造不成功。极乐世界没有恶缘，你在极乐世界贪嗔痴慢都生不起来。你要五毒啊，贪嗔痴慢有这个习气没断，生不起来。极乐世界物质生活是自然的，想什么什么就现前，你还贪什么？你不需要了。想吃什么也是也就现前，不需要烹调。想穿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需要裁缝。想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就现前，总是如你意。凡尘东西多。所以你的贪嗔痴慢全没用处了。你遇到的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能称心如意，你都能生欢喜心，不会有嗔恚，在那个世界完全平等，傲慢起不来。极乐世界三种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之力，你都看见了，你没有怀疑。所以时间长了，这些烦恼自然就没有了，让时间把它淘汰掉了。何况是天天在闻法，天天在学习，那是学校啊，什么样的课程都有，有佛菩萨在指教所以广学多闻应该是在极乐世界我早年讲经常说四弘誓愿我们要发，前面两愿现前落实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愿，有这种机会有能力要帮助一切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要认真去断。这个两愿在现前，我们要把它落实。至于后头两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到极乐世界去落实。在这个地方法愿，这两愿做不到，我只做前面两个。由前面这个两条给诸位说，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学法门太快了，有的是时间的无量寿同时学很多法门行你可以分身的，可以化身。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个教师你要一起学都行化八万四千身，每个教师都有你你可以同时学习，很快就圆满了，就毕业了。
在这个世间多困难，太难了啊！尤其在现前这个社会啊，你学一部经教，老师找不到，找到了反复老师不是圣人。他没有开悟，没证果。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师不但是开悟证果的，全是诸佛如来、等觉菩萨来担任教学。你到哪里去找？我们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能不感激阿弥陀佛吗？托阿弥陀佛的福报，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啊，请这么多诸佛如来来教教学，啊，所以古大德常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啊，只要你往生见到阿弥陀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指日可待啊！烦恼习气不想断，自然没有了。啊，我们每一天在一起学习，啊，大家感到很快乐，好像回到学校一样。在极乐世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分享，那种快乐无法形容。所以叫极乐。你看吃饭多麻烦。这个东西能够放下多自在啊。极乐世界没吃饭，给诸位说，思一得一，思十得十，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吗？啊，滋养身体靠什么呢？靠法喜。啊，参禅的人都知道，禅悦为师啊。啊，得禅定的，在民国初年还有。啊，虚云老和尚大家都知道的。啊，他老人家入定。一般都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坐在那个地方，不吃饭，也不喝水。啊，一坐，坐几十天。它有没有营养呢？有，禅悦为师，禅定里面的境界，舒适啊，快乐啊，
身心清净。啊，欲界天有饮食起居，但是又往上面去有淡泊。啊，化乐天几乎没有什么饮食了。啊，到初禅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初禅点里头，财色名食睡全没有了，都不需要了。啊，食没有了，不需要吃东西。啊，茶水都不需要了。睡眠没有了，不需要了。精神饱满了。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财物，没用处。啊，色欲没有了，男女色欲没有了。啊，所以财色名食睡，六道众生有，欲界有，色界没有。定功愈深，喜乐增长。啊，没有喜乐，你修这干什么？色界天以上的寿命，完全都从定功上讲。啊，你那个定的能力能够持多么久，那就寿命。定功失掉了，阿赖耶里头烦恼习气有信心，随意流转。啊，还得受报啊！定功只是伏烦恼，没断烦恼。啊，所以定功失掉了，依旧是轮回。啊，阿赖耶里面的不善业，还是牵引你到三途受报。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底下的文，今娑婆世界，一名凡身同居，但此土诸众多物不尽充满，荆棘瓦砾丘陵坑坎，实乃同居秽土。啊，这是讲我们现前住的是凡圣同居的，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的，跟我们这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居民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佛在大乘经教里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虽然还带着有我的习气过去，但是那里没有我缘，他不造我业了。为什么？
我们能把这些道理想通了，问题马上解决。阿弥陀佛在那里教得好啊，人是教得好的，好人是教出来的，圣贤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极乐世界那么多佛菩萨天天在教，把人都教好了。那我们这个世界呢？科学技术发达之后，大家不相信神仙了，也不相信宗教了，人都教坏了，谁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天天教你暴力、色情、杀盗淫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世人呢，是接受不了电视的教育、网络的教育，尤其现在提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提倡人权，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好的东西没有了，坏的东西充斥整个社会。所以社会乱了，社会一乱，医报也就转了，地球灾难频繁。没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发生地震，没听说西方世界有火山爆发，没听说西方世界哪个地方淹水，什么灾难都没听说过，为什么？这些灾难，《楞严经》上讲得好，贪婪感得的是水灾，嗔恚感得的是火山爆发，火灾，干旱都属于这个。地球现在温度不断上升，也是这个，也是嗔恚造成。愚痴风灾，傲慢地震。所以他造的是这些业嘛，业感来的嘛。西方世界人虽然带着烦恼习气不造业了，你天天接触的跟你在一起都是诸佛菩萨，都是诸上善人，你起一个坏念头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何况有行为。我们虽然业障习气重，佛教导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的业障习气伏下去压下去，就能往生。不要断烦恼，只把烦恼控制住，用什么方法？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真正修行的人，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一部弥陀经都行，什么都不要了。两三年就能把它控制住了，烦恼起来，这一控制，这个信息阿弥陀佛就知道了，他就来接引你了。你就能见到佛了，你能见到极乐世界了。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想去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都感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对我们真是大恩大德。无始劫来，变法界、虚空界对我们最大恩德的人呢，第一个人就是阿弥陀佛，要知道感恩。知恩报恩呐，怎么报恩？他希望我们去到极乐世界去学习。我们真正肯去，就是报恩。极乐世界是为我建设的。
诸佛如来这么多好老师是他为我聘请的，我到那边去满他老人家的愿啊，他度了我了，你还能不去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